号要写一个叫举光作文簿的东西，然后那时候我礼拜四都会收看举光原地，就跟他同步这样子，对，然后然后那个第一首歌的歌词是3月27什么啦啦啦啦，然后其实3月27已经过了，不过就是好带一首有点温柔的歌。谢谢。